享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也真是在神面前彼此提醒，求主施恩我们给我们。特蕾莎修女说，爱的反面不是恨，爱的反面是冷漠，是对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土地发生的一些事情无感冷漠。求主施恩恩待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从上头而来的爱和怜悯。我们还是说特蕾莎修女说的那一句话，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但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求主恩待我们，不是无感的，是能够感同身受的，是与忧伤的人一同站立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也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神仍然可以使坏球变为好球，神仍然能够使绝望的家庭因为被带到神的面前得着属天的盼望。阿们。谢谢主，我们继续为这些来祷告。早上我们很早来到教会，都看到好多弟兄姊妹在这里预备，诗班在预备，敬拜团在预备，乐团在预备，很多招待的同工、行政的同工，这些各式各样的同工，大家都在预备。我们很感恩，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默默的在服事，有一些服事是像现在我站在这里一样，是在灯光之下，在灯光很多人看到，但是有更多弟兄姊妹的服事是大家看不见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回头看看后面，我们有一个音控台在后面，在后面的音控台后面那边黑黑的一片，但是其实在那上面有很多的同工，他们 做音响、做灯光、做影片、做很多、做直播，以至于整个聚会能够很顺利的能够往前走。我求神施恩待。刚才在家训报告里面说，在影音的部分里面很需要有同工一起去参与，虽然他们在那里所做的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姊妹看不见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是 在灯光、在镁光灯下面，但是主看见。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在这边祷告的时候，跟主求说，主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同工参与在服事里面，我觉得很感恩，但是我祷告在这个聚会当中，在每一次的聚会里面，没有人是只来做事的，没有人是只来做事的。来到聚会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很深的期待，就是我们要遇见这位复活的主。阿们。我们不是来做做事情的，是我要来遇见，即便可能、有人在做，在那边在摄影、有人在做转播，有人在，我们有很多的工作，但是渴望我们里面有一个心说，我要遇见这一位复活的主。求主施恩恩待我们，让每一次的聚会人都可以遇见复活的主。主日敬拜是这样，小组是这样，祷告会是这样，我们求神施恩在这些聚会里面，不是遇见人，是遇见这一位主，而且是复活的主，因为他的复活带给我们极荣耀的盼望。我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心，而且不只是只有在聚会当中，每一天你的灵修，每天打开圣经，你跟神祷告读神的话，我都要祝福你遇见主，遇见主就会有改变，遇见主就不一样了。我求主施恩，我祝福你每一次打开圣经，每一次安静在神的面前，借着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的灵修，你可以真真实实的遇见这一位复活的主。阿们。求主神来跟你旁边讲好不好，每日亲近神，跟你旁边讲，我们一定要每日亲近神，在神的恩典里面。谢谢主帮助我们全教会是圣道充满的教会，是圣灵充满的教会，在神的恩典里面。耶稣在清晨的时候复活，我们纪念。接下去有四十天的时间，耶稣在地上四十天的时间向许多的人显现，向门徒们显现，但是在这么多人的显现的过程当中，在门徒里面有一个人常常被提起来，就是多马。多马呢，常常被提起来的是一个很不光彩的事情，说他不信，他不相信，不信。但是其实你从圣经里面来看，多马其实很冤枉的，十二个门徒个个不信，大家讲不信都讲多马，其实不是。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马可福音十六章，我们从十一节开始。耶稣复活，第一个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之后就赶快跑去告诉门徒，结果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十一节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请。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怎么样？门徒根本不信嘛，
不是只有多马不信，大家都不信。十二节有两个门徒，你还记得以马忤斯，往以马忤斯去两个门徒，他们遇见耶稣，一起来，请。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遇见耶稣了。然后呢，十三节，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就不信嘛。然后再下去，第十四节，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是大家的问题。不信不是只有多马一个人，为什么不信呢？因为没有看见啊。抹大拉的玛利亚看见了，跑去跟门徒讲，他们听说你看见了，我们没有看见啊。后来那两个往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他们遇见了耶稣，然后呢跑来跟门徒讲，门徒还是不信，因为你们看见了，我们没有看见呢。我们华人喜欢讲说眼见为凭，看见了就信了，但是没有看见怎么信呢？我没有看见的时候怎么办？为什么这些门徒他们不信？因为没有看见。但是其实圣经里面讲，上帝向我们所要的信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呢？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没有看见，未见之事，我没有看见，但是没有看见怎么相信呢？其实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的，没看见，但是其实你知道他在，你相信他在。天韵有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叫《风和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会唱这首诗歌的，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常常唱的一首诗歌。他说有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上其实你看不见的。风， 你看过风吗？风什么颜色？黄的还是蓝的？没有啊，看不见啊。可是你知道风存在啊，风吹过来有凉凉的感觉，你可以感受得到。风看不见，但是你知道它存在。爱，你说哇，我丈夫好爱我，哇，我爸爸妈妈非常爱我。爱是方的还是圆的？爱看不见呢，但是你可以知道它存在。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眼见为凭，我看到了才相信。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没有看到，但是在信心里面你知道它就是存在，在你的经历里面你知道它就是存在的。而在门徒们的生命当中，他们也在经验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说，当他们真的亲眼见到这一位神，他们遇见这一位主，生命有一些很大的不一样。为什么要遇见复活的主？因为遇见复活的主，生命就会有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二十节，好吗？遇见主，生命就有改变。一起来读，请。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接下来二十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门徒原来活在惧怕里面，看见主就不怕了，看见主就喜乐了。其实在耶稣地上复活的那段时间，那些看见主的人个个都经历这样的事。抹大拉的玛利亚本来是怎样？是在那里一直哭一直哭，哭到眼睛都肿了，哭到眼睛都花了，被蒙起来了，对着耶稣找耶稣，他根本一直活在忧伤里面，他容让那个忧伤把他的眼睛蒙起来，他看不见耶稣，直到耶稣叫他，他真的遇见这一位复活的主，他就喜乐了。感谢主，遇见耶稣，忧伤的会喜乐，惧怕的会有平安。以马忤斯的那两个门徒，他们为什么往以马忤斯跑？因为门徒四散嘛，因为耶稣被抓了嘛，耶稣被钉十字架了，大家都害怕，他们就跑，他们就跑去躲避，躲到哪里去？往以马忤斯去。但是他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耶稣，耶稣跟他们讲话，他们本来心都已经沉到谷底了，完了，我们跟了三年半，怎么跟到最后他死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当他们的心都冷了凉了，可是耶稣复活的耶稣在他们的面前向他们说话，他们说我的心怎么就火热起来了？
本来都已经绝望的那个盼望又出来了。然后呢，他们就转身 回耶路撒冷去，遇见这一位复活的主。本来想逃避的，现在就可以有勇气回去面对了。今天早上我在教会里面祷告，我感觉心中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这一段时间其实你一直在躲避，你在逃，有一些事情让你很担忧很害怕，你在逃避。我奉主的名祝福你，愿今天你遇见这位复活的主，遇见他，他会给你勇气，他会给你力量，他会给你智慧，让你可以回过头去面对。逃避问题永远不会解决，但是其实诚实的说，对于我们的天然人，遇到一些又大又难你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人选择逃避是很自然的。但是当你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你会转过来勇敢的回去面对。奉主的名祝福你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但是在那一天，门徒们从非常非常害怕到享受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得着平安，得着喜乐。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多马不在。我们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接下去24节，20章的24节，一起来读，请。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突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一天那个关键的时刻，那是多关键的一个时刻，在那么重要的一个时刻，多马缺席了，他不在，他一定很遗憾、啊、接下去那有八天的时间，因为八天之后耶稣第二次向十一个门徒显现的时候，那次多马在了，他终于见到这位复活的主了。可是之前的那八天你可以想象吗？他们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兴奋得不得了，说今天感谢主，那天我看到、哦、有时候我第一个看到，大家都很兴奋的时候，多马坐旁边说，真的假的？他什么也没看见。千万不要在关键的时刻缺席了。其实我从小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就是 我每次读到多马、啊、都会 很好笑。为什么？我在他身上看到我自己。我还是说圣经常常像一面镜子，你在这些圣经人物身上会看到自己的。我就是这样，我常常在那个关键的时候缺席。我们牧师的小传道人的小孩、啊、从小就什么聚会都要参加，说那后来就会很烦嘛，就觉得哎呦，什么聚会都要参加，就会挑聚会。有一些聚会觉得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哦、这次退休会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啊、这次的这个是什么什么特会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哎呀，吴宪章老师要来讲道，要去啊，你千万不要缺席啊。真的，我就想常常呢就觉得说啊很累，最近身体很不好，我就想的想方法可以不要去、哦、就没有去啊。没有去就在家里说啊、哦、我要好好的休息。结果容许我对你说，上帝要你去你躲开来，其实你也不会休息的。结果就会有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情，搞得你自己更累。更麻烦的是什么呢？我屡试不爽，我没在，我那次缺席了。等到那个退休会我们那些朋友们都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跟我讲，小文你们去好可惜，这次聚会好棒，这次聚会经历神很多奇妙的作为，神做很多的工作，好多人生命被翻转。我就在想，为什么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没有呢？我不过就是有一次没去，怎么搞的？就那天就发生很多事。挑聚会，有的时候不是挑聚会，还挑讲员。我不知道你挑不挑讲员。我小的时候觉得啊，我不这个聚会，这个讲员我不愿意去，那个讲员的我不想听。我生命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呢，是什么呢？常常在生命里那些关键时刻要做抉择，比如说。啊、我要结婚了，哇，这是终身大事， 要决定我要不要去跟张启梅求婚。哇，这件事情 很严重、主啊你一定要给我话，我不能做错决定。好，比如说、我要不要、那时候 在做电视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到美国去念书，那 我要不要去美国呢？我英文这么烂，我到那里去能够念得完吗？就算我念得完以后拿到学位回来以后， 我会有比现在更好的工作吗？我那个时候做一个工作叫六灯奖，每天在那里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烦死人了，就觉得很无聊。就是你知道那就像鸡肋嘛，就是那个白鸡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你说我那时候才三十岁，
我就每天在那里八一八二八三，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八一八二八三，一个灯两个灯三，每天搞这样，每个礼拜了，每个礼拜在做这样的事情很无聊，但是不做这样的事情又觉得他真的事少钱多离家近。我要做一个决定，我到底要继续在那里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还是要冒险到美国去念书？回来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要做决定。34岁的时候，我感觉神好像呼召我进教会，可是我也不是那么有把握。我说，主啊，你一定要给我清楚的话。常常在我生命当中那个关键时刻，站在十字路口要做决定了，我就跟主说，这个礼拜天我要做决定了，主，我求你主日敬拜，你一定要给我有话，你一定要给我有话，你一定要给我有话。主啊，主啊，我千万，我就是很害怕做错决定，哇，拼命祷告。然后走进教堂，站在台上讲到那个，绝对是那个我最不喜欢听他讲到的那一位。每一次都是哦，而且神每一次都借着他向我说话。然后我就说，哦，主，好感谢主哦，哇，主啊，今天真的我得着话了，我这样很有把握了，我去做决定了，我就娶张曲梅啊，我决定了啊，我就去美国念书了啊，我就跨出这一步了。然后主常常跟我说，寇少恩，今天台上谁讲到啊？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那个我每次跟他讲说，主啊，今天他讲到，我可不可以今天不要去？主常常跟我说，孩子啊，每一个仆人都是他的杯子，都是他的瓶子。主说，你凭什么挑瓶子啊？我难道不可以用这个瓶子来帮助你，那个瓶子来供应你吗？你凭什么挑瓶子呢？主常常责备，然后主就告诉我说，你越是觉得这个我不喜欢，我就用它。其实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神常常要我们的是，我们说他是主，但是他到底是不是我生命里面的主呢？连台上谁讲到我都要做主。神说，凭什么你决定啊？你在决定什么？你凭什么决定这个讲员的我就听，那个讲员我就不听，这个聚会我去，那个聚会我就不去？主说，把主权交给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常常经验，当我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常常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我做了错误的决定，以至于我漏失了那个神的祝福。我不知道多玛那一天为什么不在，但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有很多的经验，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我缺席，其实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自己抓那个主权，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奉主的名祝福你，在神的恩典当中，把决定事情的主权交给神吧。婚姻的主权交给神，工作的主权交给神，侍奉的主权交给神，参不参加今天的聚会的主权是不是也可以交给神呢？听哪一个讲员讲到，我可不可以跟主谦卑的说，我需要你的话，不管你用哪一个瓶子装，我都谦卑的领受。小的时候我常常被神骂说，寇少恩，你凭什么挑杯子啊？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都只是瓶子，都只是杯子，把决定权交还给主。谢谢主。多马第一次耶稣向他们显现说他不在，8天之后第二次他在，他遇见了这一位复活的主。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之后，他说了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20章，一起来，请。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然后接下来呢，多马遇见了这一位复活的主，他接下来说了两句话，一起来，请。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两句话一点都不特别，我们一天到晚说主啊主啊主啊，但是当你真的遇见这一位复活的主的时候，你会从心里说你是主。当我说你是主的意思是什么？当多马说 我的主的意思是，我把主权交还给你了，我把主权交还给你。我们常常在说主啊主啊主啊，但是这里提醒我们，把主权交还给神。后面说我的神，我们也常常说他是神，我的神，
但是当我们说我是神的时候，我相不相信他是神，他行作万事。上礼拜和弟兄姊妹说，成为神迹的器皿，神迹是什么？是神的作为吗？当我们相信他是神的时候，我就相信他能够做成的事情常常是我做不成的。我相信他是神，他做奇妙的事情。当多马说我的主，我把主权交还给神，我的神，他就相信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他不只是叫别人，他还活着的时候叫别人从死里复活，他可以让自己，他自己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相信神迹，是因为我们把神拉得跟人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也做不到，我不可能让一个死人复活，所以他也不可能让死人复活。但是我是人呢，他是神呢。如果我们真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复活独一的真神，你就相信在我不能，但是在我的神凡事都能。许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读圣经读不下去，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神迹真的是没有办法，匪夷所思，超越我的经验，是因为我所有的经验都是人的经验。但是圣经里面所记的这一位不是人，是又真又活的神。在人的经验里面你做不到的，我做不到的，因为我们都是人，但是在这一位全能的神，他做得到。神迹是他的作为。多马遇见这一位神，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把主权交还给你，我的神，我相信你的全能。谢谢主。在这段经文到这里为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多马的信心的一个转换，但是其实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哪里只是多马不信，所有的门徒都一样不信，大家都一样。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我也常常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你我也常常心中会有问号的时候。但是这一段经文之后，耶稣说了一段极重要的话，才是耶稣这一次向他们显现的一个关键。请你读下面一节，20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请。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耶稣说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小的时候常常很羡慕这些初代的这些基督徒，特别是在耶稣在地上40天复活了以后向他们显现的那些人，哇，他们真的看到，亲眼看见这位复活的主。可是耶稣的逻辑不是这样哦，耶稣的逻辑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我们都是没有看见那位，你看过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主吗？我们眼睛，这个眼睛没有看过。但是他说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个意思是说，我信心的根基不是我看到什么，我信心的根基是什么？是上帝的话，神怎么说我就相信。求主恩待我们，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没有看到，但是我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话。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个圣经人物，这个圣经人的身上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没有看见，但是因着信，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会相信神要做这些奇妙的工作。这个人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是一个信心之父。他的信心在之父，他的那个信心的宣告在哪里呢？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创世纪第15章15章的5节跟第6节，一起来读，请。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神给他一个应许，然后后面第6节，一起来，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信什么？信前面神给他的应许，信前面神给他的话。弟兄姊妹，我再说，上帝向我们所要的那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不是我看见才信，眼见为凭，不是，是我相信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亚伯拉罕不就是这样吗？
亚伯拉罕的问题是什么？他就是没小孩嘛，他没小孩，他们夫妻两个人，那年纪很大的，他领受这个应许的时候已经75岁了，太太65岁了，一直到99岁，他没有自己，他们两个人的孩子没有，怎么办呢？那是他的问题。但是神给他一个宣告说，你现在没有孩子，你没有关系，我告诉你，我要让你的后裔将来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的多。另外一个人讲到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对他来讲，我现在如果凭眼见，我连一个都没有。但是神的应许却是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比海边的沙还多。亚伯拉罕信，信什么？信神的应许，信神的话。我再说，神向我们所要的那样子的信心，不是因为我眼睛看到了，所以神才说你们是看到了才信。他跟门徒们说，你们是看到了才信，那个将来很多人是没有看到，但是他们就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他们的生命里面经历耶稣是复活的主，那才是有福的。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称为信心之父？他什么都没有看见，但是他相信主这样说，事情一定会这样成就。然后呢，耶和华神以此为他的义。你知道这句话是我们所有基督徒信心的一个根基，就是因信称义。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因为信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算为义。那句话从哪里来的？就从亚伯拉罕这里来的。亚伯拉罕没有看见，但是他相信神的话这么说，事情一定会这么成就。但是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亚伯拉罕不是生来就很有信心的，没有一个人是生来就很有信心的。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信耶稣最大的关键是信，但是没有一个人是生来就大有信心。如果这样的话，神就很不公平，因为你就可以说啊，是啊，哇，那长老们好有信心，牧师们好有信心，传道人很有信心，哦，我们那个小组长好有信心，可是我没有，因为神给他特别多的信心，所以我没有。不是的，每个人的信心都是从小一点一点一点长大的，亚伯拉罕也是，而且在信心的这个成长的历程里面，他会高低起伏的，有的时候哇很有信心，可是遇到一些难处又荡到谷底。我们坐在这里，我想绝大部分已经是基督徒，我们回头看我们跟随主的这一段路，从你信主到现在，信心是不是高高？有的时候你很有信心，可是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又大又难，又荡到谷底，说怎么不可能，做不成。亚伯拉罕也是这样。你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起起伏伏，对我们这些平平凡凡的人是多大的一个安慰啊。不是那个从一生下来就有信心，哇，一路到底，没有。亚伯拉罕如果一直很有信心，他生命当中几件做的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比如说，他两次说他的老婆是他的妹妹，为什么呢？自保嘛。当人的信心软弱的时候，人对神的那个信心失去的时候，人就会开始让我的目光不是在主的身上，而是在问题、在环境、在难处，然后看看自己，然后看到了一堆问题，然后呢，人就开始依靠自己的手，用自己的方法。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神给他应许，但是呢，神呼召他出来，带他进入应许，可是到了埃及那个地方，他就想，哇，埃及人好凶悍，我老婆这么漂亮，带着我老婆进埃及，他们一定会去抢我老婆，然后为了要抢我老婆就会把我杀死，那现在怎么办呢？他看的已经不再是神的应许了，他看的是什么？环境难处。然后呢，然后心里在想，这下非死不可了，然后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手就伸进去，我来想点什么方法。然后呢，哦，我有一个方法，我跟我老婆商量一下，反正她跟我也是本来他们就是兄妹，是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妹，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说，哦，你就是我的妹妹，这样子也不算完全说谎。那然后有人要抢的时候呢，啊，你就跟他去，你就饶我一命。人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还不是一次哦，创世纪12章20章两次亚伯拉罕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当人的手伸进去，当人失去对神的信心，眼光就不再看神，就开始看问题、看环境，然后就在想，我一定得做一点什么。当人的手插进去，只会给自己添更多的麻烦。你有这样的经验吗？我充满这样的经验，我就是这样个性的人。我是一个很想要把事情 给弄得很周延的要做，所以一件事情发生，我一定要想尽办法解决，我要把它弄。上帝常常跟我说，好了，寇少安，停手，交给我。我就跟主说，我再帮你一下，我再来一下，就弄到整件事情就是越来越复杂。亚伯拉罕有没有把事情弄得复杂？有嘛，他把这整件事情搞得很复杂，面对老婆的事情是这样，面对儿子的事情更是这样。然后他想说，哎呀，要有儿子，可是我现在生不出来怎么办？上帝，我替你想一想，有一个什么方法？有，以利也谢，我家里有一个仆人，我可以认他做养子，就算他好了，就算他。神说，不是，你自己生的才算。哦，自己生的才算，那我再来想一想，我自己生的，可是我老婆又生不出来，老婆也替他想，那怎么办呢？啊，把那个夏甲，把那个使女收进来，夏甲生。神说，不对，是撒拉生的才是我讲的那个应许的后裔。他惹出一堆事，你知道，他自己这样做，在那里守在那里，这样弄那样弄，不但他弄，夫妻两个一起想方法，这样弄那样弄，弄到后来的结果是什么？他的家被他自己搅得一塌糊涂，夫妻之间的互相的信任没有了，另外那个女人又夹进来，又赶出去，又收回来，没完没了。然后呢，然后等到她自己真的有孩子的时候，又把这个孩子赶出去。她跟上帝讲说，以实玛利，上帝说不是。我真的充满这样的经验，说很多的时候我的手在那里一直弄到最后把事情越弄越复杂。可是你知道，亚伯拉罕做了这些事之后，给他自己惹麻烦，给他的家惹麻烦，甚至给他的后代惹麻烦。以实玛利是谁呢？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呢。以撒是谁？以撒是以色列人的。你知道，到现在为止，以阿的战争几千年之后到现在还没完没了。你知道亚伯拉罕，我相信他在主那里他很忧伤的，因为我失去信心，因为我插手在神的工作里面，以至于我的子子孙孙打了几千年，现在还在打。两个都是他的儿子耶，闹几千年，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求主帮助我们，转眼仰望神，把你的手收回来。我不只是对你说，神也在对我说，转眼仰望神，把手收回来。你插手在神的工作里，只会惹出更多的麻烦。但是亚伯拉罕一路就是这样没有信心，一步一步走过来，走过去的过程，在这个历程里面不断的经验，每一次他捅出篓子来，到后来都是神替他收拾善后。在埃及，神替他收拾善后；面对亚比米勒，神替他收拾善后；以实玛利那时候搞成那样子，神替他收拾善后。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不断的经历神，信心就越来越大。他经历神的一个最高峰是什么？100岁的时候，90岁的女人，100岁的男人，这个女人根本生理期都没有了，大家都知道她根本生不出来，她自己都觉得很好笑，根本不可能的。但是生了，100岁的时候真的得了一个孩子，这是他经历神的高峰。对他来讲，我真的相信神怎么说，事情真的会怎么成就。而在接下来的时候，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他的经验是什么？上帝说，你说，亚伯拉罕说，我信耶和华。神说，来，给你一张考卷。主跟他说，你信哈，好，来，你既然相信我给你的应许，来，现在去把以撒献给神。把以撒献给神，你当然知道，神并不是要他把以撒真的把他拿去杀了，拿去献祭。上帝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这种拿人去献祭是当时的异教里面的一些恶习，上帝不会做这样的事。上帝只是给他一张考卷试试看，说，亚伯拉罕，你去看看你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信心。谢谢主，感谢主，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带着儿子往亚摩利山去。在那个过程里面，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父子的一段对话
真是了不起。我觉得那真是一个信心的高峰。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来读，求主帮助我们。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七、第八这两节，二十二章第七节，一起来，请。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儿子说：“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怎么回答？这一段话真是信心的高峰。第八节，下面一节来，请。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他宣告，我相信神一定，他是必就是一定，神自己会预备那个要燔祭的羊羔，献祭的羊羔。那个时候他看见羊羔了吗？没有吗？后来的确有一个羊羔出现，对不对？亚伯拉罕不是看到树上有一只羊在那里，知道神有预备，然后说好，那现在把以撒献上，反正演演戏嘛，做一下，待会就换了。那不是信心，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没有看到羊羔在哪里，但是他相信神不会让他杀以撒的，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应许不是以利也谢，不是以实玛利，只有撒拉和他生的这个孩子。撒拉生了几个孩子？就一个孩子，所以以撒不会死，因为他现在还没，他还是个童子，还没有生小孩，他的后裔怎么可能那么多？不会，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的话，所以他跟他的孩子说：“耶和华神必自己预备，一定有。”他看见了没有？没有，但是他相信。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神常常向我们要这样的信心。看不见的时候，神向我们要信心。信心是我相信神的应许，我相信神的话。在你的人生当中，神也常常透过圣经有一些话给你，选择相信神的话。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那些扛抬约柜的祭司不是在那里等说那个约旦河的水有点开的迹象了，好，那我们脚跨进去，是没有哎。他们不是在那里等那个水开，而是神在等他们。等他们什么呢？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约书亚记三章十三节。约书亚记三章十三节，这里面这段话真好，一起来，请。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里，约旦河的水就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两个字叫做等到？我们一直以为是我们等神，但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是神在等我们，等我们在信心里面跨出去。他们跨出去的时候，这些祭司没有看到任何的迹象，但是他们相信神要他们这样做，神应许他们说把脚跨进去，那个约旦河的水必然断绝，会立起成垒。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他们跨出去了，他们就成为神迹的器皿，就看见神荣耀的作为。我求主施恩恩待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和你分享这些，就是告诉你，我们一同来领受。没有一个人是生下来就很有信心的，我们都是在跌跌撞撞，信心又软弱了，最近又开始情况又谈到谷底了，一步一步被神带过来的。我要请敬拜团到台上来，用一首诗歌来帮助我们求主施恩。在敬拜上来的时候，请你跟我读一节经文。再说，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信心很大的，但是我们的信心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长成，是靠着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我求主今天，主把这段经文刻在你的心上，每一次你的信心又软弱下去，愿主把这段话放在你的心中。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请。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当你看问题、看环境、看自己，你的信心荡到谷底的时候，主呼召你做一个决定，抬起头来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创始是什么？就是他开始的。我们本来都没有信心的，一点都没有，什么不是小信，是根本就不信，我们里面没有信心的，但是是他把一个信心的种子种在我们里面。成终是什么？
是那个种子在我们里面，他在那里浇灌浇灌，让那个信心慢慢长大，慢慢长大，慢慢长大的是耶稣，做成他信心的工作的是他，开始是他，做成也是他。每一次你的信心荡到谷底，你开始看环境，看问题，看难处，看自己的无能为力，愿主把这段经文放在你的心中，抬起头来仰望神。你每一次仰望他，他就会让你的信心重新再长大一点，长大一点，因为他是为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创始成终的耶稣。再读一遍这段经文好不好，一起来，请。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抬头仰望他为我们。所以这段经文不是单指为亚伯拉罕，不是单指为彼得为保罗，是为每一个读神话语的他的儿女，包括你，包括我，我们抬起头来仰望这位耶稣，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开始创始，也是做成我们信心工作的。我们一起站起来，今天的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因他活着，我们仰望的是一位复活的主。我还是说，我选这首诗歌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心中一直有些感动。我们中间有人也在活在一个很深的惧怕里面，面对即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你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惧怕，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信心对抗撒旦，让我们一直看问题，看环境，看自己，你就会害怕。但是抬头仰望神，信心会重新被建立起来。求主施恩。我们只唱副歌，我想很多人熟悉这首诗歌，因为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主透过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的帮助。来，因他活着，我们面对明天。阿们，是的主。因他活着，不再惧怕，不再惧怕。我深知道，我深知道，不只是知道。愿主今天帮助你深深的知道，他掌管每一天，生命充满了希望。谢谢主。是因他活着，再来一遍，宣告，对自己来唱。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宣告说生命充满了希望，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再一次宣告，大声的对主宣告说，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恩典。主啊，你把这段经文在我们心中把我们叫醒过来。当我们落在软弱里面的时候，忧伤里面的惧怕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灵沉睡的时候，主啊，求你用这一段经文说，你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神。求你透过这段经文把我们叫醒过来，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主啊，求主施恩，当我们抬头仰望你的时候，主恩待我们，不只是看你，是做一个决定，宣告你是主，我把主权交还给你，宣告你是神，我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阿们。主，求主施恩恩待我们弟兄姊妹，每一次抬头仰望神，你不只是告诉自己说他是为我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他会加添我的信心，而且你要对自己说，我要像多马一样宣告，你是主，你掌管我的人生，你是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求主先恩待我们。阿爸父，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连你都需要天父上帝从天上
差派天使加添力量在我们身上。今天这个复活节的主日里面，我们求你从天上差派你的使者，加添信心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加添盼望的力量在我们身上，加添爱的力量在我们身上，挽回我们。主啊，有的时候我们信心瘫软，瘫软在地上的时候，主谢谢你，没有一次是我们靠自己站起来的，是你伸手把我们救拔起来。谢谢你，你为我们的信心开始。今天我求你自己施恩，主要让我们相信我里面有你种在我里面的一个信心的种子，而且你会做成信心的工作在我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在今天举行的最后，我仍然感觉圣灵有一个呼召在我们中间。主鼓励你，若是你知道主在对你的心说话，你愿不愿意回应主说，我在这里，我需要，我真的需要你从天上加添信心的力量，主耶稣加添爱的力量，在爱里没有惧怕，在主的爱，主的爱充满在你里面，爱进来惧怕就出去了。愿主的爱大大的充满在你里面，信心进来了，主啊，里面的那个因为没有信心的绝望就出去了。若是你知道这是主在对你的心说话，你愿意这样回应神，你跟主耶稣说，主耶稣啊，当年你在客西马尼园，主从天上加添力量给你，今天我也求主啊，天父上帝从天上加添力量在我的生命里面。若这是你的祷告，你把手举高跟主说，我在这里，请你帮助我。谢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我要请长老来为我们来祝福。你跟主说，主耶稣啊，我不是举给人看，我举给你看，因为我承认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弟兄姊妹，今天开始我们恢复祷告的服事，若是你觉得我极软弱，我鼓励你散会之后留几分钟，你到那里去，不是这些为你祷告的人手上有什么神力，我们只是陪你一起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阿们。